幼犬喜欢咬主人手和脚怎么办？王倩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传染病专科医生。幼龄期狗狗如果出现上面的问题，可能是由于幼龄期犬牙齿发育的阶段。我们观察各种哺乳动物都会发现，幼龄期小动物总是在窝里和其他同胞咬来咬去玩耍，正是由于牙齿发育，导致狗狗想要磨牙，喜欢撕咬东西。所以幼犬咬手咬脚是一种玩耍行为，社交行为，同时也是一种对新事物的认知和探索行为。当你手去抚摸幼犬的时候，幼犬以为是要和它玩游戏呢，便开始咬手。即便现在幼犬咬合力度不强，但是咬手都不是能够默许的行为，等它长大后就很难改变。幼龄期犬换牙时间通常在3到7个月这段时间，建议在此期间多给幼龄犬一些磨牙棒、磨牙鼓、磨牙玩具等等的东西，这样幼犬就有充分的磨牙，有助于牙齿发育生长。